而家大家睇到啦，为我哋开场嘅咧就系三个羊字嘅烟花，即系象征住咧羊年入边咧，大家都系喜气洋洋嘅。咁啊，当然咧吉祥物羊仔咧就更加要呢个时候出场啦。哇！大家听住咧，有啲随住羊仔出场嘅咧，亦都有好多绵羊喎，真系好夹个耳头啊吓！冇错啦，有成100架绵羊仔电单车咧陪住我哋嘅吉祥物羊仔出场。咁我哋咧呢个第一队团体咧就系叫做香港绵羊力量嘅。咁其实咧呢一队绵羊力量嘅参加嘅成员咧，佢哋喺1999年嗰阵时咧就成立呢一个会嘅。咁最初咧就由几位咧热爱复古嘅绵羊嘅年轻人组成噶。是啊，咁今次參與我哋巡遊嘅咧，一共有100架綿羊仔，但我哋而家會員人數咧已經係超過成500人㗎啦。咁啊，好配合我哋今日個意頭啊，羊年帶出好多綿羊仔出嚟啊！我哋可以見到咧，各色各款啊，各種不同型號、不同年代嘅綿羊仔咧，已經展現喺大家眼前啦。我哋亦都見到咧，佢哋好安全咁戴曬頭盔啊！阿 Winnie 啊，我都話我哋呢度中央區係好噶啦，一出到嚟咧就所有精彩嘅片咧，我哋第一時間係睇到㗎。係啦，不過咧，坐喺屋企嘅觀眾咧，亦都同我哋一樣第一時間睇到喎。因為你睇住我哋電視啊嘛。係。